说千姐把窝窝打起，这起毛要说抬着走。哦。今天好摘了，就落过雨了，这土坡都是趴的。就是，要在农村给你们分解。哦，农家山的空空的嘛，那个做庄稼我们好懂的嘛，勉强要得的。你农家跑得很。哈哈，那你跑得嘛？多收点豆子。多收点还不是看做得好的哟，做得好点嘛，还多收点的嘛。我这打完了，我去摘。没有。好，收了。以前的豆子嘛都要给我点，现在这个三年斤了嘛，要给我摘还长得起来。这缺药多的嘛。对头，这长起冒烟了就不管事了。摘起来快点了，这种的。摘起嘛还少费点种子，其实。好，我再去敲点羊毛药来。准备好多牛，你回来做饭嘛？要得，我把车路摘了多嘛。我这路摘起了，我要花去了。来的吧。洋洋拿你。准备好多点，我摘到。好。摘了就花吃芒果了。来。今天吃冷饭，完了我洋芋花去空饭。加点香肠腊肉来，弄点头。香肠腊肉先把它炒一下，炒香了再把羊肉炒一下，加点黑醋，再把那米饭倒下去。
要得了。今儿啥不吃冷饭，我就去挖点洋芋空饭，一锅就熟。进来有香肠空的，安逸。吃的就好。你说回门小姐简简单单一出，干完了没嘛？就是。干了。还搞得快哦。